哎，请问一下，苏梓潼今天有来上班吗？他出去拍外景去了。谢谢啊。何星河。哎。 梓潼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，星河？我，不会，你又是来求救的吧？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不会吧，还真是啊！你还嫌上次把我害得不够惨呢？对了，我还忘了问候你，你的脚好些了吗？啊，好了，早就好了。<笑>这个别逞强哦，啊，这个伤筋动骨要100天的。 你怎么不信我？我现在脚啊，就能跑能跳的了。不信你看啊！哎，哎呀，你小心，还没好，你别乱动乱跳。好，好了吗？啊，没事啊。嗯。哎呀，你的鞋带呀！梓潼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的不是时候。 你别瞎想啊！他是我的新朋友刘星河。哎，我是来找苏记者帮忙的。哦，原来梓潼是在关心弱势群体啊！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找梓潼帮什么忙？哦，那个荆州的大富豪管老虎，欠我叔叔20万，他不肯还。我叔叔找他要了好几次。 他也不给，所以嘛，我想找苏记者帮我想想办法。你还挺聪明啊，知道利用媒体。啊？嗯，看你是梓潼的朋友，我就帮你出个主意。这几天管老虎他们酒店正在进行星级评级，所以呢特别怕麻烦。你们要是要钱的话，一定要上门去要，而且把这个声势搞得越大越好。 但是他们要动粗怎么办呢？这位这么漂亮的记者朋友，如果他在场的话，他们敢吗？哦，对呀，梓潼，那你得帮我啊！帮外来工讨民债呢，是民生热点。我是新闻记者，我当然要去了。啊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 啊，对了，忘了提醒你，一定要当着镜头的面让他说出来什么时候还钱，这样的话你就一定会有收获的。好嘞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梓潼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嗯，那到时候见啊。啊，到时候见，再见啊。再见，星河。哎呀，哇。 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潘仔，你刚刚那么认真帮星河的份上，就计较了？我总是认真帮他呀。我呢，最近公司刚好给我一个任务，就是破坏管老虎他们酒店的星级评级。如果完成了这个任务，不管对于我个人还是我们公司，都是很有好处的。我真的怎么觉得跟你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了？啊。 行，走走走，吃饭去。我不吃了，我现在没什么胃口，你自己去吃吧。梓潼，梓潼。